对我今天情绪都比较大一点，就对我来讲，他们都是我的小孩，很抱歉没有办法让他继续在我们黄队。头抬起来，让人家看到你们斗志嘛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从现在开始，注意听我口令，准备开始就要动了哦。对我今天情绪都比较大一点，就对我来讲，他们都是我的小孩，很抱歉没有办法让他继续在我们黄队。现在其实我骨膜就是裂掉了，所以我才会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其实几乎都是没有上场，就受伤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要再多一点点，我就脚就会断掉。那我想说，努力是努力，但应该不用到脚断掉吧。其实我以前我在大队接力好像也不是什么出色的人，就是一个很平庸的对杂鱼的部分。我呢一开始在跑步的时候100公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天哪，怎么那么长啊，好像就要断气了。我那一次跑17秒6，一辈子都记得的数字。以前就是常常打篮球什么的，大家也都常常会说，哎，我觉得他跑很快，就是常就是你跑动什么，你要跑位啊什么都接得到，都 OK。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是蛮有自信的。然后跑过去的时候，听到17秒6，我整个大傻眼，我一定可以更好。不是只有17秒，我不相信。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喜欢努力跟练习的人，我是一个超级懒惰的人。我就是那种废物中的废物，就是我的人生里面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被拿来说，哇，你很厉害，你很棒，你很优秀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。所以我那时候心里也很渴望说，我第一次我很想要证明自己，我就开始一直疯狂练习。我就觉得说，你都活了29年了，那你难道没办法努力这一次吗？高一点，我就是真的花了好几个早上，那我真的是大热天，那37、8度，那时候盛夏酷暑，每一个人都说你可以，你进步很多，他们说这个有比较好，这个有比较好，明明就没有比较好。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他们的那种互相鼓励的这个动力是很强的，能量是很强，然后很重要的。也是因为这样的动力，然后支撑我说，哦，那如果他们可以，如果他们做到，那我也一定可以做到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我就不管变黑，不管变脏，不管什么，就全部都不管。因为大同是5点半之后可以开放校外人士进出，所以我就5点半。每一天1到5，就是去会5点半，我就一定会出现在那里，然后就看就是猪爸要教什么课表。那当然，我也一定会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接受到一些运动伤害，以前没有这么高强度的使用它嘛，所以你在这么短时间内这么剧烈的去使用它，一定会过度疲劳。一开始是脚踝会很容易惯性扭伤，然后我只要一开始跑步我就超级痛，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啊，是真的有这么就是这么不舒服，还是就算了。大同大部田径选手大部分都是女生，那每一个哦，每一个妹妹都是每次练习完都是在全部都在冰敷，当然冰敷有修复啊，什么各种功能啊，不一定是受伤。可是你就看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脚全部是包的乱七八糟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受伤。然后我就看了，我就想说，哦，那他好像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。所以我就觉得，那我不要因为你只有脚痛而已，你就又放弃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，好啊，那你们包我也可以包，谁不会包，我就把它包起来。所以其实也是固定啦，然后从一开始的脚踝到后来还会有点代偿到膝盖，然后到小腿，然后最严重是我的那个胫前这一条，然后它是其实
现在其实我骨膜是就是裂掉的，所以我才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几乎都是没有上场，就受伤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要再多一点点我就脚就会断掉。那我想说努力是努力，但应该不用到脚断掉吧。不怕他跑多少？14秒97，状况很好。跑完课表之后才跑的。对呀、啊。所以其实与其说要讲我怎么去学会这些运动项目，我觉得最大的进步跟成长是我在接触了这件事情之后，我的人生这是一个很对我来说人生很大的一个转捩点，在我人生的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非常好，因为有了这些养分，你才知道你接下来的人生怎么样可以过得更好。